那要介绍这个实地啊，根据经论里面啊，就是《华严经》、还有《人王波蕊经》啊，《金光明经》啊，整合来看啊，他说菩萨修行的过程，第四十一至第五十位，这个就是实地。那这个实地菩萨初登地就生了无漏智，也就是证入法性身。 啊，那这、就是呃呃，就是根本会，也就是般若波罗蜜，见到佛性。但这过程一直要到成佛中间，其实就是圆满历练实践。啊，那这成为圣者中间要长养佛智，就是真的开发啊所有的智慧圆满。这里面在长养佛智的同时，也是。 护育一切众生，那这个上面如果登地之后，就叫地上菩萨啊。登地，登这个欢喜地，就叫登地菩萨。未登地之前，叫地前菩萨。那前面呢？啊，就在《华严经》当然当然有讲啊啊，这个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。 这是三贤位，前面有十信，所以我们常谈到对佛法要信解行正，要有清净信。这是前面的四十四十个位啊。那谈到这个十地的名称：第一欢喜地，第二离垢地，第三发光地，第四宴会地，第五南胜地，第六现前地，第七远行地。 第八不动地，第九善慧地，第十法云地。还没介绍这十地之前，我们先了解，修行都一定会有入住出。呃，众生还没有听闻佛法，当然就要让他多闻而入心。对众生而言，你不入法听再多，都好像在听一个什么样的讯息？ 就像一首流行歌啊，那你也不会去记着它真正的内容。可能有些时候稍许的一些相应吧，好这这些也不是真的入法。所以要入要入这个法，一定是要碰到体性。我们家一直讲啊，要体相用，从体去修，就是你要去看到看到你。 可以清净的这个点，你有佛性的这个点啊，而这个就是我应该修持，我应该使用的办法。这些啊、呃，全部具足，而你的心安住，想要往这个方向进入，这个时候的开头叫入，而中间一定会有住啊，住就是在这上面达到一种稳定。 那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，有的人心中有佛法，他日子过得好诶，那个日子已经不会再流浪飘荡，所以这个就是入法了，甚至是住法了。那住法之后，再处理自己粗糙的这些呃冲突烦恼，绰绰有余啦，够了。但不是完全能够能够呃，在所有一切里面。 常乐我净，所以一定会发现八事天中所有琐琐碎碎杂染的东西会纷扰，不一定现前有很多烦恼心，但是自己内部会有好多好多的发生，跟外界还会有很多的结构。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安住在这个层次的佛法还不一定能够完全，因为。 有形的东西或许有可以解释，但是在这个精神层次上的东西却无法掌控，于是就会有初心，也就是对于我现在这样子是不足的，所以就想要提升出跟入其实是隔壁，也就当你这一念要出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往另外一个要入，这样子。 好，所以以这里为出，那里为入，其实是同一个，当一个交叉点而已。《成为世论》里面有讲到，十地菩萨十地要修行，依次修习就配这个十波罗蜜，也就是初地菩萨特别都会着重在施、布施波罗蜜，二地菩萨。 持戒波罗蜜，三地菩萨忍入波罗蜜，四地菩萨精进波罗蜜，五地菩萨静虑波罗蜜，就是禅定；六地菩萨般若波罗蜜，七地菩萨方便善巧波罗蜜，八地菩萨愿波罗蜜，九地菩萨力波罗蜜，十地菩萨智波罗蜜。那与我们刚刚前提在讲啊，菩萨开始在自立的时候啊。 可能悟，可能未悟，不是就只六六度波罗蜜吗？为什么登地之后还是回来？世界忍精进尽力波雷方便善巧愿力跟智呢？这个是啊、呃，这个经论里面有呃为我们解释啊、呃，在这个里面呢，因为众生，纵使你悟得法性身，纵使你今天悟得了佛性，你开悟了，你还是在三界里耶。 因你，因为你还有很多没有开启的智慧，你还有很多理不清的世间现象，更何况还有很多过去所造诸恶业，还有非常非常多难以理清八世天中的种子以及习气，所以呢，在呃。 从头再来过，初地菩萨他对于生命里所有物质界的结构，他都会把它做一个大整理，也就是法性身，也就是清净的佛性离体这上面，会特别的凸显。之后他看到这个物质上面的东西，完全不会产生执着啊，因为知道这一切是生灭。 所以呢，他在这个做大布施、大供养啊、呃，才能够完成他生命的一种执着。这是一种肯定这是一种肯定。他不需要经过多少的言辞去鼓励他，他本身就会做大布施。他本身对于物质啊，或是对于啊、呃、这些色身上面的看法，跟过去。 自我保护是完全不同的，所以初地菩萨他在修布施的时候，会除一身性障，也就是他就不会啊再进入这种众生啊啊众生轮回的啊啊这这种果报，但是这是需要有真实的、真实的菩萨做大布施。 那呃，二地菩萨对于戒上面一定会多加修行，因为还是会有误犯之处。所以，如果对于这个自己啊身心的总管理而言，会看到他对戒是尊重的，是尊崇的啊，是欢喜的啊，自然想要去持戒，可以除去。 邪行障啊，这是习习气啊！你以戒为为基准的话，就根本就不会有这些邪行。那三地菩萨呢？啊，专修忍辱，他会啊跨越暗遁，也就是做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啊，那你这个内心才能够啊得光明。四地菩萨精进。 能够超越破除维系烦恼的现行障，这维系烦恼是若有若无、啊，会在一些状况之下会飘忽出来啊。那这个要精进，五地菩萨修禅定智慧，也是静律，他能够超越余下成波涅盘障，也就是对于啊、呃、这个。 呃，不是毕竟涅盘的啊，这些停留啊，啊，这些停留啊，有更明确的认知啊，清楚啊，所以他能超越第六波瑞波罗蜜，它会超越出相现行障啊。这在讲的现行是意识种子的现行，刚刚讲维系烦恼现行障，烦恼与什么有关？ 烦恼与贪欲有关，这在前几次的课程有讲谈到。那那个是烦恼相，是粗的；众生在粗的烦恼相，菩萨在细的烦恼相。那现行障是讲八世田中，你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去掌控，它消失于无形。那必须靠极稳定的禅定功夫，才让它不现行。但般若波罗蜜成就之后， 啊，这证件成就之后，这个粗相的现行障几乎不会在现前，因为那很明确，就可可以观察到自己内心有这个东西出来，那很粗的。那第七地菩萨他在修方便善巧，可以超越细相的现行障。第八地菩萨呢，他主修愿波罗蜜，可以啊、呃、超越。 无相中作加行藏，也就是，呃，菩萨在八地菩萨叫不动地菩萨，这不动地他并没有起心动念的这些运作，所以呢，他的这个呃离相他会自然离相，在离相中无相中，有些时候就会有瓶颈，啊，这个瓶颈就是无法再持续往上。 无法再持续往往上圆满菩提。那如果呃他在愿波罗蜜里面呢、啊，啊，这个愿存在，他就继续会完成它，持续那个力道。九地菩萨主修利波罗蜜，他能够跨越利他门中不欲行障，也就是在利他门度化众生的时候，不会有稍许的。 这种不乐意、不易乐啊，一丝毫都没有。第十啊，十地菩萨就是智波罗蜜，他能够跨越于诸法中未得自在的障碍啊，就是如果有智慧，所有一切法都不会有障碍，都看得明白啊。那我们谈到这个十地菩萨，又要知道众生在修行过程一定会有正悟这回事。 啊，那从初地一直到七地菩萨，还有有肉心，所以它是有肉心跟无肉心相杂混合，有些时候还会有有肉心，有肉心就是世俗的生灭的啊，这些这种心还是跟自己有关系的心啊，所以呃，一地到七地菩萨有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啊，八地以上的菩萨只有无肉心。 所以他只有变异生死，他就没有分段生死。讲到这样，才知道一地到七地菩萨，欸、他还可能是因为果报的关系，还在三界中呢。这样听有没有很打击？啊、事实很打击呀、啊！啊，这菩萨就菩萨了，也正得清净法性了。阿、啊、都开哦，阿、啊、乃个的三界来的。 事实如此，事实如此。这就是为什么菩萨他会有愿力往西方，他为什么要去佛那边好好学习，就是这样来的。一到七地，有时候你还会有有漏心，那这个有漏心在哪一刻忽飘忽，你不知道，可不以就临终。<laughs> 或许是临终啊，因为是心色二法呀。如果还有余业的话，它可能呈现的是极强烈的业相，这样知道。所以他要靠一个愿来跨越那个期，来跨越那个有漏有漏的机会啊。那这附带说了。 哈哈哈，<laughs> 好，那再讲八地菩萨啊，才是无漏心啊。那一到呃七地还是有漏、啊。那我们如果说以修行来讲，十地既报，也就是它自然的果位会在哪里？自然的果位啊，初地修信要行，二地修戒行。 三地修定行，刚,刚有讲，四地以上修慧行，就是性成就，然后戒定慧慢慢成就。啊，那四地以上，啊菩萨，啊这个我们讲十地继承，十地继承就是你照你这样一地一地修的时候，你的果报会落在哪里？初地、二地、三地还在人天，就是人天成。 因为你出地菩萨、啊，虽然你证得清净法性，但你过去所造的果呢？你还有杂染呢，对不对？你还有一些一些离不清的智慧，也没全开呢，不是就可以躲起来呢？这样讲一讲，又有没有受到打击？<laughs> 但是事,事实如此，这就可以避免共搞我们。要要真的知道不可以共搞我们了。 所以初地、二地、三地啊，他十地继承还在人天城、人天位；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为三城，也就这个是这个三层就是生文层、圆觉层跟菩萨层，他再来的时候，就会在这三层里面，他不会回去凡夫。所以像这种这种正果的菩萨回来。 他一定会归队，他要回这个体制，因为世间不是他要的，这世间东西对他跟活在世间成为世间人都不是他心中想要的样子，他会很自然的去回去修行，只是他还没有完成，他必须带着自己的。 呃，这个、呃、比较干净的果叶啦，余叶，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回去修行，那都是声闻成、缘觉乘或是菩萨成」。啊。那跟世俗会做一个很明确的厘清，不会染世俗。所以有些时候，有的人就会有一些奇特的想法，说啊，叶凯我回来了啊，是不是又戆到返去？<laughs> 对不对？那个是习气种子，就是种子会让他在这个上面又有一些世间反应，但是他的觉性跟他悟过之后，他这个觉性不是所谓我们凡夫的那种不觉的状态，他曾经是光明的，他真是整体是存在的，像这种情形。 纵使他有习气，跟过去的想法，跟世间的这个东西，他会有好几个东西同时存在，所以他会自己处理，他会自己处理。这上面理很清啊，八地以上为一尘，也就是他所有所做都是为了成佛，自然就了解佛道，他不用再借由所谓发菩提心啊、发愿啊等等的这些。 世俗方便相来提系那个佛性啊，那这个是在讲啊，实地继承啊，那就是呃，他实地回来的时候会落入哪一种种性？那至于实地祭报，也就是他的果报在哪里呢？啊，都看菩萨他的心已经不心。 不要三界，也不住三界，看情形啦。那他心不是为了要住三界，可是他必须在三界中圆满，是不是圆满？所以实地记报，他会在阎浮提一直到摩西首罗天，这每一天每一天里面去度化众生，去引导众生。当然，当然是心念三宝，心呢正面。 都是三宝，而这样去引导众生，这是既报，既就是暂时的，你必须去圆满啊，那你圆满的时候会在哪里圆满？但如果说你修行，你会不会把自己落入啊？他给人天也不错，不会。修行人他不会这样，他很明白，他很明白。所以菩萨会不会有愿力，要继续去接受佛的指指导？ 根本都不用怀疑呀、啊，就要守住那个基本原则，不要不要自以为是入魔境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自以为是入魔境，那那就麻烦了。那你可能可能就是定常常就会有这个模糊点，就是定禅定的功夫很好，以为自己正果，他是不耐不堪，一有什么境界现前的时候，就没有智慧。 烦躁起来了，那个定的功夫又失去了，然后会退缩，会自己会退缩、退缩、退缩，或是世俗心若一起来的话，看到生灭，又跟众生做了一个一个这个呃不好的解释，不不甚正确的，也就是又是生灭的善恶的解释，那那个就是一个定的定功哈、哦、定境的一种退步情形。 那这个要加功用刑这样好、哦。那法门呢、啊哦？那我们呢谈到说佛啊，啊、哦、正得佛果，那诸佛如来的智慧是不可据说。但是佛呢，他在成佛的过程，虽然说虽然说成佛成佛是一刹那、啊，我们修行是不是要？ 我们是不是积功累德？积功累德是不是为了误入佛性？就是误入佛性。那我们是相似，上一堂课讲过，我们是不是相似？相似觉嘛？那你相似觉、相似觉、相似觉的这个时候，其实就是他这个中间看起来是有智慧的，那体证上也是有体证的。 可是呢，他却不是完全、完全干干净净无念。一般修行你会有一个觉观，对不对？这觉观是中间值，哎，这觉观是一个动作，是内心对这个境的啊一个绝照的功夫啊。那真正成佛的时候是那没有那个无名啊，没有那个无名。 啊，毕竟永除，毕竟永除颠倒，好，那那个是旧竟觉，上次有介绍。那在《大乘同性经》卷下有讲，如来实地名号，诸佛智慧不可具说。那这个佛在成就这个当下的时候，他是正佛啦，毕竟。 背竟正入旧近觉，可是这个旧近觉里面还是有它展现功能的次第性。这里面介绍把佛展现功能的次第性，这里面的次第是这样：佛的初地，一切维系习气除故都没有习气啊，就是他没有这些维系的这些东西。 负一切法得自在故，所以在一切里面都自在，就是自在。这自在不是邪慢的，邪自在，知道啊、哦？第二，第二地转法轮故，说生法故，就是会转法轮，会说生法。那相似觉，其实相似觉也是能说法啊。 也是能说法，但是不能说生法。他能说法，这个法呢，因为他会有体会嘛。那他这过程不能够完全得自在嘛。这是菩萨相似觉啊，修行人相似觉的时候，有时候很能唬人呢、欸，对不对？自己自己小心啊。哦。然后这个第三地说诸声闻戒故。 又复显说三成故，就是佛转法轮初转法轮是不是说身法？那看到众生，这些众生不相应啊，众生不相应，是不是开始有声闻弟子说声闻界，然后说三乘，关机斗教嘛？第四地说八万四千法门故，又复降伏四种魔故，也就是他第四个次第。 看到众生需要修行，他必须具备有很多很多的，呃，办法。道理说了，没有把办法说出来，这这个道理不能够被体证。所以佛法里面呢、啊，佛第一开始都是把道理说出来。 然后根据不同的众生，再给办法，再给办法，有办法去懂那个道理，这是世尊所走的路。可是我们现在不是，我们现在直说办法，可是要去懂那个道理，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懂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比较偏向用办法。 去寻找道理，是不是用办法寻找道理？以法门的介绍，他就是用办法去寻找道理。介绍介绍你办法，你要先把握办法，然后告诉你道理。以佛佛的成就来讲，他是先告诉你所有的道理，然后告诉你办法，去应到这个道理。 当你用这个办法去应到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他就不会魔镜那么多，因为你先知道道理。那如果说我们是用告先告诉你办法，先告诉你办法，然后没告诉你道理，你说办法通过的时候一定会有体会，那、啊、这个体会就以为一点体会就以为是对的，就是。 末法魔多就是因为这样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赶快抓着办法，一定要把道理补起来。你如果道理没有补起来，这个办法通过使用时候一点小小的体悟就以为是对，那很难转啊，很难又自我降服。所以佛的第四个次第，他就会说出八万四千法门。 然后降服四种魔，那第五个次第，如法降服诸外道故，又复降服傲慢及众树故，也就是对外道说法很明白，然后傲慢跟大众都能降服的次第。那如法降服外道，像我们末法是显正不辟邪了。 因为你要说谁对谁不对，又是两派理论，没有一个真正的裁判者所以，在末法就是好好的显正就好。所以呢，第五个次第如法降服诸外道，其实外道明不明白？明白如何降服他，并不是一就是高低差的这种办法，而是导正。 所以降服的导正，但末法，谁都一样，谁都一样，有他自己理论的强强烈认知的这个点，所以他变成法跟法对打嘛。所以要降服如法，降服外道，诸外道只能转他，让渗透进去，让他转，但不能够用神通，不能用什么去降服他，又又会落入。 经论里面，世尊教诫弟子的那那个部分，啊，这个是第第五那傲慢好不好？好不好降服？傲慢好不好降服？傲慢不好降服啊！你看自己就知道，合不和不都不用去管到别人。这傲慢是不好降服的，这个傲慢要自己起惭愧心的、啊。别人骂你错错错错错。错错错 你不一定能接受，面子挂不住。末法众生，我相很重的、哦。第六个次第呢？教示无量众生六通中故，又复显现六种大神通故。第六个次第是显现大神通。那经论里面有讲讲了，显现什么样叫大神通，并不是神足通啊、天眼通、天耳通，它。 这显现六种大神通是讲啊，显现无边清净佛刹功德庄严，也就是对于无量无边的佛刹的庄严功德，都能够让众生真正的感悟到。那显现无边菩萨大众围绕，也就是这个有德的这个呃有修有正啊，这个佛的身边。 有菩萨大众围绕。第三是显现无边广大佛刹。第四显现无边佛刹字体。第五显现无边诸佛刹中，从都率天下脱胎乃至法灭。第六视现无边种种神通，这是第六个次第。 为诸菩萨如实说七菩提分无所有故，复无所着故。也就是为菩萨说七菩提分，前面不是有八万四千法门？这个时候再把七菩提分无所得，因为正入法性，它不是德，它不是内心还有一法一念，所以无所得，无智亦无得。 第八次第，受一切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种记故，受记为菩萨受记。第九，为诸菩萨现善方便故，就是为菩萨现善巧方便，让菩萨能够看到报身而、呃、前进。第十，为诸菩萨说一切诸法无所有故。 复告令知一切诸法本来即灭，大涅槃故，也就是大波涅槃，让菩萨了解。这个就是佛，就是如来实地他的展现的次第。那我们从这里是不是可以比对经论？世尊的在娑婆世现成佛次第就是这样。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准则，好了解。那修行以这个《心经》啊，一直强调了一个主重点，也就是空空的道理，以及如何去行菩萨道圆满。那这里面呢，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基础的原点，就是。 你如果没有正知正见，对于事实产生错误的思维，也就看不清楚实相的道理。对于事或物都会有错误的这种解释。那这个这种情形叫做一意在眼，空花乱坠，就表示你的眼睛。 有一个迷茫的东西挡住了，所以你看到的东西都不真实。你心念里面如果有一丝是这种的话，你看到的就只有这个东西，你绕着这个东西走，它是会迷惘，然后它会遮住你清净的本心。 所看的都是虚伪的假象，看不清楚事理的真实相，这、就是、叫空花乱坠。一个人如果一个念头错，他就一直绕着那个念头走，所有的想法就是绕在那个念头，就是绕绕在他那个的主张跟那个之间。一定要去除这个这种。 错误啊，错谬的妄念，要不然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空中产生的空话。那《心经》就是第一个谈到这个空啊，这个空不是泯除物质、泯除事来谈空。 它是依于存在的物质跟所有的现象来谈到，它毕竟空的道理，它的体性是空，它的相是因缘，所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它两个不是不同，它没有差异。从这个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 所以我们从头还是把五蕴的关系法做一个厘清。在《楞严经圆通书里面谈到：“务人之智，烦恼生死，而莫大于事；即必菩提涅盘与神通妙用，亦莫大于事。”这讲到人为什么一直在烦恼生死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事这个东西。 那这个藏蔽了菩提，就正得真正清净的佛性啊，得正菩提啊，进入涅盘，以及发展出神通妙用，也是因为这个事。那这个事呢啊，然是无形不利，行无想不成，想无受不全。这个事没有透过。 透过行，它根本不会结构起来。那行如果不是因为想，它也不会去运作；想如果不是透过受，它也不会完成。所以这里面谈到故三因者，以受而为至望之本也。所以这个三因呢，就是行。 想跟受，受想行基础上会开始产生虚妄，来自于受为根本，是以教门之摄于谈而特云不受，于三昧而特云正受。所以佛经里面就讲到，物质界生灭的所有的一切。 那你去领受它，你去知见分别它，起了爱好分别的这些东西，这个都不是正确的受。那如果能够进入无分别、清净、无漏的三昧中，这叫正受，这才是正确的受。所以回到开始，是不是要清净受？是不是就是要清净受？ 那如果清净受，他的答案就不是成就事、是。果能于法无所受而归乎正受，则想无所失其巧，行无所用其力，而事亦无所至其功矣。所以，如果能够对于万法，你的开始领受的那一刹那。 根尘静啊，呃，根尘是，不产生这个静。是不是就是正受？那如果正受，它就是一定什么？毕竟空嘛，因缘法嘛，缘起性空，生灭是现象，无生灭是它的道理。所以你正受它，就不会乱想，想无所失其巧，就不会在这里巧妙的一直变化。 行无所用其力，你没有那个想，你也不会去随便乱造作，它没有一个驱动力嘛。事亦无所至其功矣，也就不会结构这个事。然而受必依根，根必对境，故色阴者为受阴之怨又受阴者色阴之原主也。他说啊，这个受是从哪里来？ 这个受是根对镜，就是根对成产生的，所以色音就是受受音它的材料，就是外界的这些东西，就是受为什么会受，就是外界的这些存在嘛。那受音呢，也就是色音的原主，你的外界的。 外界的所有的存在，物质界的这些存在，真正的主人就是这个受因。你没有堵它，这个色不存在。你不觉得它的存在？所以听起来好像这个色的主人就是有你的受才肯定它的存在。所以无蕴是不是色受想行识先想后面的关系法？回到这个受，主要是受哪里？ 根对劲所以我们又回到色音，又回到色音。那这个色音呢，有一段色音以五妄想为体，四大为相，见闻觉知拥令留爱，水火风土悬令觉知。此音若破，则各个反圆如人之垂中必先四大分离。 人之成道，亦四大副本。他讲到这个色音，也就是所有物质界、生灭生灭这些的，那这些呢，我们内心就是有无妄想。你肯定这个地水火风外界的存在，你肯定它的存在是实，才会出问题。 那它展现出来就是地水火风的组织嘛，它像是如此。可是说实在，这些是无自信的，地水火风是无自信的，它不是能够自身，它必须靠因缘，它才会在缘起间完成现在的相状，所以它无自信。那我们。 就不知道，所以在这个地水火风当中啊，就有自己的见闻觉知。那如果你把这个色蕴给看得明白，此因若破，各个凡缘，你各个就会知道，它是无自性的，它是清净的，它没有是非的。 自己这四大本来也就是这样，所以外界的都是一样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人的，嗯，因缘呢、啊，人之垂中必先四大分离。人接近死亡的时候，是不是四大会分离啊？内四大会分离吗 人之成道，人若修行要成道，义四大副本，四大也是恢复它本来的相状。你的定义要弄对呀、啊。如果一个人他执着于自身的四大为相，就认为这个是肯定的，这是不变的相状，你永远不会成道的。 因为你外界的所有跟你自己的存在都同时认为它是实有，我们并不是说人的这个四大不能用啊，这故意给他破坏，不是这样，而是你对这个四大的解释，跟他执迷的地方是执迷，那在外界的所有一切同等道理也会执迷嘛。 所以再回来讲到，如果对色色运看得明白，它是因缘，它是缘起，而它体性是空的。如果你常常思维，不断的在所有的世界所有一切的展现，不断的去思维缘起性空，缘起性空。 当然，这是用思维法了，没办法，众生就这样。你要把真理，佛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拿来不断的用这个这样的观点去看世界。你不断的思维，不断思维，你就对于所呈现出来的色蕴这一块，就自然不受其左右，不会连接起跟自己的那种扯不开的关系。 那这上面慢慢慢慢就能够提振色即是空，啊，当然空即是色，是在讲它真空不爱妙有嘛。那因缘可可就讲显影，总说世间一切诸法，或大或小，是心是色，都是暂托因缘所生起的。我们以有物有。 有意识的状态，你看这个色是不是你会解释它？那自己也肯定自己，也肯定物质界的所有一切。但是你要再反观自己，也是托托这个因缘所生的幻化不实，缘聚即生，缘散即灭，就是从因缘生，又从因缘灭。所以它未生时是空，灭之后也是空。 所以还没有灭的当下，也是空体上的一时幻有而已啊所以一切法毕竟空，凡夫就是不了解这个，只为实有；菩萨就是了解这个，所以了达空。说回来，还是你在色法上面设计是空，如果你能破。 那你这个受就清净受啦，就清净受了。可是就是这个解释太多了。我们上次不是在讲他正入脱陀国果，你就慢一下子意见嘛。想法太多，意见太多，不笨呢，不是不了解，可是不是做那种强烈的。那你说智慧是能了别？ 套简择，可是那简择是无是非的，是实相、欸、在《大波涅盘经》里面有讲到五蕴幻妄不实这段文，他说：“色如聚末，瘦如水泡，想如阳焰，形如芭蕉，事如幻事。色如聚末，色就是。” 是物质界的所有一切，当然最主要，世尊一直要指物质界的所有一切。第一个用功的点是自己的四大。你现在哦，把用功用到外面去，好，外面你都不执着，你最后还是会执着自己。所以你的主重点还是回来世尊所教的无人的身体，还是回来观察这个四大。 观察这个四大，其实它是如聚墨。聚就聚聚在一起，墨就是水的那种小小小小的那种泡沫。阴风吹水成沫，虚有相状，体本不实，瞬息即灭。所以众生的色身的四大假合是聚墨，虚假不实。人在所有一切的行住坐卧，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。 说来说去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啊！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我这个自己，也保护我所有我关系法，我关心我要的这个这个另外一个对象，色如巨没。还是基础回到有观察这四大假象，幻身，兽如水泡，水泡其浮欧，就是水因为风动或是被物撞击拍打。 所以会产生一个泡泡，啊，这个泡泡沫是比较细的那种，那泡泡是比较大的，这个泡泡也是没有停很久，它会消失。所以呢，众生所受苦乐的这些，就跟这个水泡起来一样，最后会消失。所以感受是不是就这样？感受会有一段停留，没错，而且感受停留，你看那个水泡上面还彩色纷飞呀、啊，你给它观察。 不同的角度啊，都是有色彩的啊。那表示什么？这实相就告诉我们：你看，我们众生心里那感受之后，里面就产生很多色彩。风一吹动啊，滚动啊，不断变异。这受很骗人的啊，骗自己。受如水泡，想如杨艳。这个杨艳，杨杨艳就是白天的。 日光，如果在很热的时候啊，你远望旷野，会产生一个模糊的样子，可能是水汽啦、啊、倒影啊等等，会产生好像有水在上面啊，这浮动。那其实不是真的水。口渴的人就想要靠过去，认为它是水。 那个《楞伽经》里面有讲，譬如群鹿为渴所逼，见春时宴而作水响，迷乱驰去，不知非水。众生妄想不实，就像杨燕一样。那如果与真理相呼应，叫正思维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正思维就是实相的道理。 马上思维完就放下了，可是想他是忍不住的一直绕，差很多啊。那正思维绕一下，或甚至于马上觉观当下即然就照了。那这个讲讲这个受想形式，都是在讲它持续的环绕的情形，不断重复重复。 这个受上面是不是虽然一下这个破了，还去感受别的了，就另外一个泡泡产生了。想呢，这个想完了，想很长，会连结式的在想别的东西一起来拼凑。那如果你正观正思维的话，一下就幻灭，那一下就明白。所以谁比较忙？凡夫比较忙。 真的反复，好忙啊！那个脑袋瓜里停不住，眼睛停不住，耳朵停不住，心里真的。